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使用天平时，下列操作及使用方法何者不正确？我们看看呢 A 选项。A 选项他说应以镊子夹取砝码，这个对啊，哦，镊子呢就是砝码夹。好，再我们看呢 B 选项，待测物体与砝码要放在秤盘的中央，这个对啊，哦。越放在中央呢越好，那你如果放不下去的话，再放它的周围，然后周围的话也要均匀的放，哦，你不要偏到一边去。再我们看呢 C 选项，要称量药品时，哈，秤盘应放置秤量纸，这个也是对的。再我们看 D 选项，质量是一个不变的量，这个对啊。所以在任何地点皆可使用天平来量取物质的质量。这个你在太空中没有重力的话就没办法量，所以不是任何地方量，就有重力的地方才能量。所以呢，这一题的答案哦应该选 D，因为它要你选不正确的，所以应该要选 D。